和弟兄们，雄心壮志。佛祖保佑！算命的做事一见功成万古苦。不过我不同意。我认为出来混的，是生是死，要由自己决定。路怎么走，让你们自己挑。为什么？最近有很多人。 以生活用品的方式挑战听到是。炸！爸爸，刘斌人到。这些我的刀我就不打到台来去了。我来，怎么能打我爸爸呢？打干嘛？一个福建专用的。我赌他妈，刘斌能打赢，你再打一下我看。坚持。刚才那个是你那个。好。
干饭啊！干饭！